艺博会，你有没有去？没有去。我就看到有一个画家，就是用你这种方法，他是很大的，他是一段一段一段，有三段是这个是这个对称的，你知道吧？他那个当然他那个感觉起来是三段都是一张纸，这不是不就是可能是两张纸也许，但是呢他这个中间没关系，对不起。然后他这个做出来的那个效果非常好，就是都是直的，你知道吗？糟糕，我那个我也因为他那个在他那个宣传的里面的也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